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，那年我十一。抓住恶意，你的命还够啊你啊。五六七八，不是说让我在最高的台阶上给他们领操。喜欢吗？我警告你，给我爱惜点啊。上次死幺幺可保皇无斗的事情明白。哥哥，你没戏拍你就回来，你去惹他们干嘛？我惹他们吗？我管他娘的什么死幺幺保皇，我咋拉下他一直都提到你不要命了？放假了，那正好爸爸这两天呢也不去上班了。假设自己是身在别处，你就是你，你生在某个家庭某个时代，你生命的烙印不会因为你的遐想而改变，你所能做的就是接受它们。